兄弟们，我又来钓鱼了。看一下今天的环境，你妈呀，这么大，这估计得有30斤。看看这鱼泡泡，话不多说，开干。今天用3.0主线、1.5子线、3号伊士尼，选一个浮漂，再来给鱼做个3菜1汤。开饵料的功夫，我的浮漂不见了。我咋说我浮漂不见了呢？隔呀，拌了饵料，然后浮漂就不见了。不停地打窝，就这样一直拉呀拉，拉到了太阳落山。最后看下我们今天的鱼获都很小，中途跑了一条大鱼，没有钓到目标大鲤鱼，全部放生，明天再来。再来个关注也不错。